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光。昨天的公推再次稳稳拿下了，上半场卢卡库就杀疯了。其实卢卡库的状态今年一直不错，早就不是去年的楚庄王了，也证实了我们对比利时盘口低估的判断。昨天狮子头是三红一黑一走水，欧洲杯是一场没黑，黑的那场黑半，所以说一共是净红了2.5场。昨天平均水位是超过1的，算是个大红日。快速适应了新的节奏，目前狮子头一共是505场，净红61场。今天的公推呢，带来一场欧洲杯预选赛，乌克兰 vs 意大利，11月21号的凌晨3:45开始。本场比赛的小2.5球正常的赔率呢，其实是在0.78左右，而亚洲机构呢，直接给它开到0.86，继续干它就完了。本场主推全场小2.5球。